火锅。你不能不说你是土火锅啊！今天那个又来带俺们决定学钢琴啊，学另一门技能。我觉得他现在不是不上课嘛，也上不了学，只能就是说是让他去学一些啊别的东西，他感兴趣的。今天是一个试是吧？试课的，对，管他是不是都让他学啊，他喜欢不喜欢都要学的，你要学的知道吧？啊 ，C 带乌塞，我弄带乌塞，点那个组件。嗯哼 ，C C C， 我小时候想学钢琴，学不了的。哎，老师还这么细心给剪指甲，谢谢谢谢，你们谢谢，不客气。开始练习，一、二、三次，来一次，一、好，一、二，放松，回来，最后一次，伸直，胳膊伸直，带来球，哎，很棒，然后放松，打开，很好，然后把双手放在琴键上，上手。很好，来，我动动我们的，动动我们的二指用劲儿，好，一，好，动动我们这个手指，摸呗，按这里，对，动动我们这个手指，这个地方，是摸呗，哎，对了，这个，特别棒，好了，la mano y baja la pierna， 身体多直 ，derecho espalda， 好的，好，我们把小球放在这里啊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一个。非常简单的一个小问题，我们的手指。首先，琴凳的琴键该有多远呢？是不是要做的有一个距离？然后做的高度合适吗？这个高度合适吗？把手放上来看一看，我们的高度合适吗？还是可以的。然后我们来看看身体放松了吗？放松，对，放松。来拉哈，是没简单。二三 ，OK，、好的。谢谢。你觉得这个台子这个高度适合吗？你把手放在上面，刚才的高度你觉得合适吗？耳朵的都拱度慢了。对，放上来。你觉得 OK 吗 ？OK， 放在腿上。谢谢呢，对，现在过门了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，我们的整个身体放松吗？你紧张吗 ？Como relaja, no como nerviosa, sin tensión. No puede ser nerviosa. 肩膀需要放松，对不对？一指，真棒。二指，真棒！三指，四指，五指，好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左右手的二指，就是要一起是吧？左右手的juntos, 二指 ，mano izquierda, mano derecha, es segundo dedo。太棒了！来，两个小手指放在一起，变成一个圆形。然后你看，就是像变成一个这样的图片，我们两个手结合在一起，特别棒，看好了吗？是一个圆形。按完决定过吗？哎，三，第五。看，是个圆形，很好。小手指上个 O， 甜甜圈，很棒。坚持，我们坚持十个数，好不好？第一 segundo， 二三四，放松。放松，对，拉哈，哎，对，放松，你一定要放松。No nervios。六，太棒了。七，八，下个是几？八后面是几？九。对，然后，好，伸开手，放松一下。啊。放松，看我。对，拉哈，对，放松，放松，对，特别放松。好，三秒钟放手，再回到手型。Otra vez。特别棒，好的。然后呢，把手是直的，把它改成弯的，弯的，哎，特别棒啊！然后胳膊要打开，小手指要像一个甜甜圈一样，把它撑起来，这个要高高的鼓起来，很好。肩膀放松，肩膀放松。Relaja。对了，没关系，第一次试课就是这样的，因为不适应啊。对，而且语言的问题。对，没有关，对，没有关系，语言的问题没有关系。好，很好，很好，不要动，已经很棒了啊！厉害，厉害，已经很棒了。杜雨欣厉害，厉害。杜火锅厉害，厉害。杜火锅。对，好，非常棒，特别棒。一指，二指，对，动一下我就看到了啊。二指，三指，四指。
四纸，特别棒。来，这边的卡片，这边的卡片，这个是什么？右，哎，特别棒。这个字念右手，右手。我扶着你的腰啊，来，脚你要往前90度啊，非常棒。Como la pierna，Como no me da grado así。对，像爸爸一样啊，来，手伸直了啊，是右手三指，右手上指。对，特别棒，继续。右手四指，特别棒，动动小手是哪个？嗯，很好，来第二张卡片。放好，对，放松，很放松，对，好，打开手，准备第一组，准备，好。很好，对，行，对，坐姿也很重要。好，准备，好，继续。弹钢琴就是练耐性，跟整个。对，放松很好。非常好。好，那边左手比右手。希望啊，认真。No mi la mi。No me mira, yo lo hice muy bien. 好，特别棒，很好。对，我开手，对，很好。最后一组，对，小手起。没变，没变。特别棒。厉害厉害。厉害厉害，杜雨欣，你厉害不厉害？好，不厉害，还谦虚。我们下一个阶段的任务就是两只手一起啦。两只手。Dos manos juntos。1 2 3 4 5。对啊。5 4 3 3 2。我们今天已经很棒了。今天很好了。今天已经很棒了。对，第一次。这个任务我们对第一次已经很棒了。我们今天学习的就是整个的手型非常漂亮，记到了吧？对，好，这一指。二指，三指，四指，对，四指很难弹，五指，很棒很棒，很不错，刚好。我们明天练习就要两手一起啦。嗯，厉害厉害厉害，很棒。谢谢老师。不客气不客气。嗯。我们今天就结束吧。啊，ya termina, te gusta o no? Sí. Mira, mira, te gusta? Sí. ¿Quieres aprender? Sí. ¿En serio? Sí.啊，年龄你说喜欢不喜欢？喜欢。啊，你要喜欢你学的话，爸爸得公布了 piano， 好不好？很好。很好是吧？你看这个小朋友弹多好。啊，是不是？他不考你，他不知道真不知道。好，妈妈年龄帮忙了，干啥？回家。再见。跟老师再见。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请点赞、关注、评论哦。